进入了农历七月份，为了抢攻中元节业绩，新店一家大卖场推出千种优惠商品促销，让民众可以买到小个短袜的普渡祭品来祭拜好兄弟。另外呢，为了服务上班族，大卖场八月底呢还提供了24小时营业服务不打烊，让民众可以尽情的选购。数十种饼干排得满满满，看起来就相当壮观，更让消费者看得眼花缭乱。这全是大卖场为了抢攻中元节业绩，大手笔推出的促销商品。由于进入了农历七月，民众不免俗的必须采买中元拜拜的各种祭品，所以大卖场顺势寄出了千种的商品促销，保证让民众买到赚到。而为了服务公司行号以及寺庙，新店的这家大卖场也有超值组合商品优惠。这个专案我们是针对社区或者是一些公庙，他们会举办一些大型的一个普渡的一些法会，好，那我们针对这些法会，我们有推出两款的一个组合包，啊，一个组合包是单价是599元，跟另外一个组合包它的单价是1199元，啊，那针对这两个组合包，我们也针对不同的一个顾客的一个属性来做推广。不仅如此，业者为了服务消费大众，八月底还有延长营业时间以及凌晨购物满额送活动，让上班族可以尽情购物。目前我们是暂定在这个八月的18、19、20这三天，我们有做24小时的一个营业，啊，那就是也希望这个消费者，如果说在这段时间内，在上班时间没办法做采买的这个情况之下，可以多利用我们这个24小时的这个时间到店里来做消费。中元节民众都会购买祭品来祭拜好兄弟，怎么挑怎么选才可以用最经济实惠的价格买到修个短袜的各种祭品，就看婆婆妈妈们的功力喽。记者陈平、张文琪，新店采访报道。